政民與經濟對話係美國總統奧巴馬上場之後嘅第一次，規格係歷嚟最高，規模亦都係最大嘅。奧巴馬更加親自出席開幕儀式嘅致辭，過去就比較少有。美國面向21世紀對中美關係嘅重視，奧巴馬咧都做足功課㗎。致辭嗰陣引用儒學大師孟子，睇孟子盡心學懶呢幾句。家敬之強戒，戒言用之而成怒，為戒不用，則民失之矣。呢句説話原本係孟子用嚟訓示弟子，學習唔可以半途而廢。有學者就話，奧巴馬嘅意思係希望中美關係道路更加越行越近。古來係做老仔，如果咧你好多人行，越行越闊，嗰條路咧就由一條山徑咧就會變成一條路。如果唔係，好耐都冇人行咧，就慢慢咧就係、是。至於美國國務卿希拉里引用嘅中國諺語「人心齊，泰山移」，意思同眾人同心同地便金一樣，套用喺中美合作上面，就即係話兩國要加強合作，攜手共同構建更美好嘅將來。有分析就話，由中美政要喺開幕上面嘅致辭上面就可以睇得到，雙方嘅領導人對新嘅對話機制都抱有好高嘅期待。今次對話氣氛融洽，亦都反映兩國互相尊重對方嘅文化。亞洲電視記者陳婉婷報道。美國啲官員講普通話咁叻，人人驚佢點？似乎呢啲員工咧都幾有效喎，生。哦，奧巴馬上台之後咧，就能夠親善形象啊嘛，同全國最高嘅四隻古巴咧都一樣咁穩定嘅。古巴首都哈瓦那咧就美國機構大樓嘅玻璃窗啊，亦都有條好長嘅通話燈㗎，專係宣傳反古巴政府嘅信息。配合華府多項鬆綁政策，國內咧部分民眾啊，遲下都會被奧巴馬所打動嘅。想知多啲，留意陣間主播啲嚇。翻嚟我報道，三個性工作者連環被殺案，24歲巴基斯坦籍被告謀殺罪名成立，判終身監禁。解放軍加緊訓練，為國慶紀念日保護準備。廣州話國民政府互相尊重同關心。由今日到星期三晏晝5點半開始，你哋攞睇住攞完啦。因為做年末唔夠辛苦啊，我竟然連自己嘅生日都唔記得。最激烈嘅就係我三個仔女連阿媽生日都唔記得嘅。開始使啲營養藥，貓貓飯茶90分鐘順氣版，聽晚8點半。有心。此難捨難分，全因你一個嘅愛，勤力好上帶領我。